电影中那些奇葩鞋子送给我，嗯，那就谢谢了。第一款反重力鞋，其原理是压缩空间中的暗物质，让暗物质旋转，在鞋底下面产生一个真空，真空中的暗物质向下高压喷射，实现反重力的效果。但是电影中的这款破鞋才飞这么点点高，够谁用的呀？第二款鞋，水下推推鞋。顾名思义，穿上这款鞋游泳，鞋底会变出螺旋桨，以超高速姿态在水中前行。有了它，你不拿金牌谁拿金牌？第三款震惊鞋，穿戴非常方便，而且因为震惊吸能的特质，走起路来没有声音，但是建议搭配战衣使用，效果更佳。第四款云梯鞋，这鞋子就奇葩了，内部安装了升降梯，一次能将人升高数十米，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翻墙越狱了。第五款翅膀鞋，这鞋也很奇葩，在后脚跟会长出一对白色的翅膀，向前跑两步能将人轻轻托起，实现人体飞翔。所以以上鞋子有你想要的吗？